在26年前，45位涉世未深的男孩，来到台北这个大都会，投入了北师的怀抱。这些纯真的少男，在北师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有人在红楼做着《红楼梦》，有人在女生宿舍前做着《春梦》，也有人在图书馆、在美术馆《逐梦》，更有人在宿舍的床上做着《白日梦》。不管梦圆还是梦碎，陪伴我们的永远是您开朗的笑声。不管是成功失败，抚慰我们的永远是您关爱的眼神。北师5年的岁月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底，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大牛您。To ferry me over to my love and die. Now in 北师的每个角落都有您的身影，北师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留有您爱的足迹。每天傍晚，篮球场上您响彻云霄的吆喝声，20几年来还回荡在我们心里。Till I get a drink, I'm drunk today, but then I'm seldom sober. A handsome rover from town to town. Oh, but I am sick now. My days are over.球场上，您流尽每一滴汗，使尽每一分力，课堂里，您源源的创意不断启发着我们蒙蔽的心，您折扇固执全心投入的精神，我们记忆犹新，终身难忘。In Bali, Grand.还记得蒙古烤肉店如蝗虫过境般被我们一扫而空的战况吗？还记得全班初次的欢聚便破了学长们的喝啤酒记录？还记得英文课里好吃的冰棒以及成功新村里香脆爽口的萝卜丝饼？感谢您，因为有您，我们学得更多，
我们吃得更好。感恩您，让我们在黑白相片的时代里活出彩色的人生。感恩您，让我们在懵懂的北师武林里累积的足够的能量。欢乐的时刻是因为有您幽默与智慧的言谈。收获的喜悦都归功于您辛勤的灌溉与栽培。如今弟子们，不管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在学术领域，不管是在教育事业上，总算不负您的期望。在衬衫后面的那个小弟，现在已经变成中年男子了。毕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但是在学校的一些生活的经验，现在想起来就好像昨天一样，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回想到我们在念师专的时候，每一个都好像是乡下来的真卡伊娜，翻成国语就是中山小子。但是在老师的爱心的教导跟照顾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大了，现在也都在社会上立足。大部分的同学都从事教育工作，我们现在所秉持教育的理念就是当时王老师所传给我们的对于学生的爱心。我们希望说把这样老师给我们的一份爱继续的把它传达到我们的学生的身上。老师恭喜你退休了，人生其实才开始。小弟在这里祝福老师永远健康快乐。老师我会永远想念你，希望你也别忘了我。很高兴又回到二十年前同学在一起的日子。不晓得老师现在还没有收到米条跟油条，最少二十年后的今天是没有收到。很高兴同学今天呢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也希望老师们，尤其是大鸟，大家有机会常常聚在一起，吃着师母煮的红豆椰子汤，同学们在一起聊东聊西，在篮球场上，大家展现自己的球技，输赢不大要紧，重要的是。我们有冰可以吃。老师好，我是文达，感谢老师给我这么多年来给我教导，那我的个性开朗很多，很高兴今年我遴选到彼得国小，那希望老师今后退休之后呢是更加的海阔天空。彼得是个滨海的一个学校，风很大，我们很需要你，希望老师常常来看我，等你哦。老师，想不到今年要轮到我们送你出去，以前是你送我们出来我们就很伤心，现在要我们送你出去我们也觉得很伤心，不过也很高兴，大家有机会再聚在一起。不过
觉得北师好像没有你，好像就缺了一些乐趣的样子。当学生还是希望老师以后过得快乐，那就这样子啊。老师好。那一夜谁把你肚子搞大？告诉我，我把他们找来，再搞大一次。Hello, my dear teacher, 我是你的真正的嫡传弟子，行肥。上帝说，他知道他对世人的照顾有所不足，所以他派了老师下来。老师，你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现在你也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因为你退休了。老师，你放心吧，啊，现在小朋友由我们这群老师照顾，谢谢老师，祝老师退休愉快。骑车载他，没想到他把我搂太紧了，那时候他的功力就传给我了。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吴老师？邓老师，哎，我知道。有没有被伤？有被伤到，有被伤追啊？有那今天也说班机，那今天也说班机延误啊，那等好久。你干嘛了？
我们搞那个什么，我们那边学位啊。没有。对，翻开来没有？没有翻，就这样。移过移过来，原来。他那边，走，你好。餐会即将开始，请同学就座。让我们现在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邢斐。因为今天已经准备了三天三夜，我相信他表现一定会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我们再次的掌声欢迎他，同时也欢迎今天参加我们的前后届的同学还有老师们。现在我们请邢斐就今天的节目开始，谢谢。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啊，我准备三天三夜，就只准备三分钟，开始就吐槽。我是说要有音乐，我这个人希望有音乐来陪衬我啊，结果没有音乐，文凯也吐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这个上面两位啊，各位看一下后面啊，就是我们南文凯同学跟陈大哥啊，他们的服务啊。感谢的人非常多哈，那我这里就不讲。那我们今天老师还有各位同学来参加，是我们在师专五年啊，指导我们最多，还有相伴我们最多时间的啊王天生老师的这个退休的感恩会啊，我一定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情，不管是回馈老师，或者回馈我们的母校北师。因为在场的老师都是当时教过我们的，我们今天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我们第一个一定要谢谢这些老师，尤其是王老师。我们在座的同学跟学弟啊，能不能给这些老师一些掌声好不好？好，那这个昨天的这个音乐啊，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这首是比较的音乐，对不对？歌曲啊，那是不是有想起一些什么东西呢？我想我在用我的这个话语可能不能表达，我们来先看一些影片，好不好？让各位先勾起一些回忆，当作这个餐前的一个小点心啊。但是大家不要流泪哦，好，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先给他们三位这个掌声一下。26年前，45位涉世未深的男孩来到台北这个大都会，投入了北师的怀抱。这些纯真的少男在北师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有人在红楼做着红楼梦，有人在女生宿舍前做着春梦，也有人在图书馆，在美术馆逐梦，更有人在宿舍的床上做着白日梦。不管梦圆还是梦碎，陪伴我们的永远是你开朗的笑声。不管是成功失败，抚慰我们的永远是你关爱的眼神。北师5年的岁月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底，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大名您。
人生的每个角落都有你的身影。北石的一剪一木一草一木都留有你爱的足迹。钻石兵，钻石兵，钻石兵。啊，不知道哪一棵树上面你有尿过？篮球场上，您响彻云霄的吆喝声，二十几年来还回荡在我们心里。这个红活动中心啊，是洪胜男老师拿报夹追打排球队的地方。球场上，您流尽每一滴汗，使尽每一分力。课堂里，您源源的创意不断启发着我们的心。您折扇固执、全心投入的精神，我们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管是在教育智力上，总算辜负你的期望。这个是我们班第一位得到那个师铎奖的洪春锦老师，也就是这部剧的制作规划剪辑的哈。啊，继续啊，不要太感动了，没有。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啊。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起什么东西？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班有一个特点？啊，所有的影片都在吃，包括今天也是在吃。那我现在才知道，现在班是真棒。啊，我想啊，光看影片还不够啊，我们要听那个原因呢啊，老师上课的原因啊，那也顺便考一下哈，因为现在台北市啊，一定要讲说老师一定要这个 TESOL 哈，英文的音检一定要中级以上啊。我们看看各位啊，有没有复习一下，看看以前老师上课的情形，各位听听看有没有你啊？那你有没有听清楚老师英文在讲什么啊？不行的，现在老师现在当掉，不知道还来得及不来。好，我们放一放，大家听听看啊。他上了五年英文啊，但是他昨天啊五小时就把它听完了，哈哈，对，所以说五小时的东西花了五年啊，不知道是他的英文进步了，还是老师功力减退了啊？这是老师在上英选的时候的一些课哈、啊，应该是了哈、啊，老师是不是？我要再发言、哎、那个伊朗人质的，好好查，我们看看伊朗人质。实际上我还保留一本啊，我的，但是呢、啊、那一本已经稍微有点破了，我没有带来啊。以前上的那个《简爱》那一本啊。哎，这是必读的，对不对？啊，不知道现在的学弟那时候是不是还在上《简爱》？啊，他们说也不是那个阿妹唱的《简爱》啊。好，那我想啊，再接下来啊，我给各位看一些东西啊，各位看一下，各位有没有带那个流程？刚刚都有发流程，对不对？啊，这个是我，我保留的这个我们。那时候因为这里有副座在这边啊，蔡校长这边，那个那时候我们的实习手册啊，就是这个那时候我们的编的实习手册啊，那这是指导教授是蔡校长啊，啊这个是也是应该也是算是蔡校长他指导的，好、啊、这是去年啊他这个指导的学生啊在我们学校实习的，就是林延旦林老师他们到我们学校来实习的啊，这两本我带来啊，给各位做个比较啊、哦。那时空的这个距近啊，所以说可能有点不一样。可是我想啊，最主要是各
各位同学，你看看，翻翻看，我在那流程后面都有这个附注啊，你们那时候的一些工作啊，不知道你记得有多少啊？我现在问一下来，那个许三燕同学，雕，你那时候教哪一班？你说是桂碗哦，哪一？金饭碗啊。金饭碗，校长的记忆果然好。我都叫金饭碗老师啊。好，这是我们是给，因为哈，刚刚看到都是一些回忆哈。我想我们的同学有很多话要跟老师讲。好，我们现在听听看，我们这些同学啊，这个跟老师说了哪些，好不好？好，我们自己心里掌声一下，鼓励一下，好不好？哎，是的。好，我知道网站现在不是还没有。大家还是要上吧。
春景真的很会剪辑，刚好是最后一位是我，哎，那这一切都是这个巧合啊。那我想最后，因为现在是媒体的这个社会嘛，所以我们同学啊，虽然不隶属，可是用媒体来表现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可是我想一定有人啊，这个我们班有很多同学有想要讲啊，那我们。老师，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学弟，大家好。我其实盼望这天盼望蛮久的了，哦，但不是盼望老师退休了，而是借着老师荣退的这个机会啊，同学还有老师大家一起来聚一聚。大家从刚刚的这个影片里面也看得到，好像我们不是在吃，就是在运动场上啊。那但这个大概也就是老师的那个特色啦，每次到了下课的时间，老师就在那边打着篮球啊，跟洪毅老师还有跟吴雄老师啊几位老师经常驰骋在这个篮球场上啊，现在依然一样啊，英姿焕发。我个人呢，从这个北师毕业21年，刚刚蔡校长也提到了啊，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是在永和市的永平国小，讲最大的两位老师啊，第一位就是王老师啊，那因为当时我们16岁啊，有些同学可能15岁啊，就从异乡来到了台北啊，包含像我们彰化县的同乡大概有8位。云林同乡也有7位啊，那云南投的也是非常多啊，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中南部的这个小孩子啊，15、16岁就来到了这个台北，有这么好的机会啊，也这么荣幸碰到了王老师啊，在5年这样子的师专过程当中啊，老师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照顾，谆谆教诲。刚刚老师也开玩笑讲，5年好像从来是没有领过薪水的啊，那。记得老师常常说了，每次在那边聚餐的时候就算着钞票啊。那陈正昌就说没关系啦，让老师继续算啊，因为老师钱多啊。不，抱歉了，真的当时年轻不懂事。不过可以发现老师真的对大家非常慷慨啊。那所以每次聚餐完我都一直记得啊，老师每次都把我叫到旁边，阿昌啊，因为我不太喝酒啊，你要好好照顾同学啊，而且每次都是陪着同学啊到了这个宿舍里面，一定要等大家都上了床了啊，安安静静的啊，因为怕去骚扰人家了哈，那所以老师才会放心的离开。那可以发现老师呢在初中是有戏啊，可能他都扮演了这个疏导的角色。我自己印象也非常深刻，我到了服兵役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弟通信，小弟就说回到北师看到老师头发都有一点发白了，所以当时我就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老师土大牛，去年我在教师节的时候还把那篇文章再寄给老师，当时很多同学看到，那里面也是有一些写错了，但是当时真的是有感而发，每次在军中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就会想到写一封信给老师。那真的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时间，我想写信给他的人非常多，那但是他一封一封的回，而且是亲笔回，那可以看得出来老师对大家真的是非常关心的，那所以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我也不断学习像老师这样子的典范啊，那所以我太太也知道了，其实我家里常常也是一堆学生啊，那当然大家不仅跟老师非常熟悉，跟师母也是一样啊，师母的那个红豆椰子汤啊，到现在其实我想大家都还是回味无穷啊，甚至老师的两个公子啊，光宇盛宇啊，我们也都等于是有一点看着他长大了，我记得好像当时吴清池呢还是当他的这个实习的导师啊，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念3年丙班嘛，我们实习的时候，那所以现在一晃也都30几岁了啊，那也都自己比较多成家立业了，甚至应该是老师的这个父亲啊，我们也都非常熟悉啊，那当时住在乐业街的时候有教育他们啊，让洪云里，因为洪云里嘛啊。就是
数学最好的一位了啊。那还有吴雄老师，每次大家刚才提到了，每次都是要他请吃牛奶面包啊，那当然请。好，所以几位只要被有教到我们班，大概逃不过我们的魔掌啊，薪水大概都是当场少了一半啊，但是非常。这几位老师在我们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是不断的照顾我们啊。那实际上当时我非常怕数学，冯老师应该不知道，我为了考冯老师的这个数学啊，我曾经期末考头痛欲裂，痛了一个礼拜。不过现在呢，我在平时却是教统计的哈。那所以其实当年在老师的这个教导之下，自己还是有奠定了一些稍微不错的基础。虽然自己还是很害怕，但是至少当年的老师啊，对我们都是非常的照顾。那我想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一进来的那个训导主任啊，陈寿峰主任。他虽然是训导主任，但是其实对大家非常亲近。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了哈，当时每个礼拜六都有一个什么土风舞，有没有？每次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会刷刷皮鞋、刷刷牙，特别是卸妆后，因为都睡到六点半，所以起来的时候，要刷牙，再刷一下牙，刷刷皮鞋，因为要跟女生班跳舞。那我记得当时的陈主任还特别说了，礼拜六这么轻松，所以我们就改穿便服啊，所以当时只有礼拜六是可以穿便服的。这也是陈老师的这个德政的哈。我自己还有几位行政组的，包含中后也都是啦哈。我们到了四五年级都还选了这个行政组，那也受教了陈主任非常多。那我自己在四年级的时候不太怕死哈，去选了洪胜朗老师的这个蓝牌组啊，结果没想到洪老师铁面无私，当场给我70分，所以我毕业成绩当场被他拉了10分下来。不过这个洪老师真的是非常认真啊。那师母其实当时是我的同事啊，何正恒老师就坐在我对面啊，每次我们其实非常熟悉，所以我到了小学还受教这个师母的照顾非常多啊。那徐振广老师当时其实常常把我跟陈新典分不清楚啊哈。那我当时的这个游泳啊，到了四五年级还没有成绩啊，我要毕业的时候才特别去求老师啊，我还请他两学期啊，所以两学期一起考，就是这个换气都没有，直接过去了啊，老师也没有放水就是了啊，还是有游过去。有一次这个徐老师还很高兴的叫我说，这次你终于不会叫错了吧，陈希敏。结果又把我认错了哈。不过现在我们越来越不像就是了哈。希敏依旧年轻，但是我也跟老师看齐了，非常有分量哈。所以当时实际上虽然只有5年的时间啊，毕业已经21年了，但是我想每一个同学回到了北师，那个心态都是非常年轻的，在老师的这个保护之下，在老师的照顾之下。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安全。这个是什么要回来？所以我太太其实很早就计划我要把老师拉到最后，特地回来这边。有位同学在新南，对对，这边还在。老师，荣退愉快，然后继续退而不休，谢谢。好的。说，我们是请这个学弟的代表，能不能？完了以后，我们现在请他们到福州，从福州搭火车。学弟要动作都比较慢，然后在哪一个县市？福州，再飞到福州，福州再搭。更是要抱歉，因为在帮吴老师跟邓老师倒酒。老师、师母。各位老师，我们七二级的大学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谢谢，我是77级狂飙，我们的班号是狂飙27号李永烈，那代表我们77级来发言，那也跟老师、跟大学长报告一下我们77级的近况。那我想。会啊，坦白讲，我的心情也是跟大学长一样，有点喜悦，有一点感伤。
那既然你够代表我们七七级来做报告，我只是把我们七七级的一些心声报告给老师知道。事实上我们怀念老师，虽然我们离开已经十六七年了，但是我们还是想着我们在北师的这五年来的情景。回想到我们在二十几年前，72到77年中间，坦白讲，我们上老师的课是又，我们对老师的印象是又爱又怕。哎，爱的是刚刚大学长也讲的，哎，老师动不动就会请我们聚餐，就会请我们吃冰棒。那吴老师、邓老师、冯老师，我们最喜欢上老师的课，就是我们最期待不是上他的课，而是上老师的课带我们去活动中心吃个冰棒、喝个咖啡。那我们老师还会叫我们唱西洋老歌，我们老师还会叫我们唱很多人生的他在纵横商场的一些经验。那老师还是很幽默，我记得老师最有名的一句短语是什么，我讲出来，同学也帮我整理一下，好像是一朵朵乌黑的白云，一群群的孤雁，飞翔的孤雁飞过高高的矮墙，后面那段我就忘记了。我想我们上老师的课都是很享受的，是很享受。那所以这是我们爱老师的地方。那一方面我们也是很怕老师的，我们是很怕老师。我记得我们班同学常常为了上老师的课，为了明天老师的课，星期六星期天不敢回家，因为要背 home story， 整段要背起来，然后老师会随时的拷问，当你答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我们也常常晚上睡不着觉。记得刚刚大学长所播放出来那个三色四色，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包括我们的班代、我们的 pick， 我们的除了几个英文比较好的刘永泰啦、苏仁月这几个英文比较好，能够晚上睡得早以外，我想我们这几个还要录音带，不然明天老师要考我们 Gone with the Wind， 要背起来，那种的压力，我想到现在还是深深的在我们脑袋里面了。所以我想在这五年的当中，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在老师的保护之下，我想我们之间有欢笑，也有一些快乐，也有分享，当然有了解，也有一点点的，可能没有那么的，没有办法像大学长，刚很羡慕大学长，说感情那么好。我想你们给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好好的要去追寻。我想很多的时候是等我们自己当了老师，自己当了父亲，自己当了主管之后，我想才能够了解老师那时候五年来对我们严厉的要求。我想那时候我们感受才是真正的深刻。所以在那五年当中，可能我们部分同学就老师怎么对我们这么严，我想我们都同学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时候还会惊醒说，明天要上老师的课，那种压力事实上是时常在追逐着我们。不过我想等我们自己大了之后，等我们自己独当一面之后，我想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老师对我们的用心良苦。所以我要代表七七级跟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今天让老师操心最多了，曾经上警察局去处理我们的事情，曾经半夜睡不着觉，就是我们的同学又出了什么，我们说什么楼子要来处理，那坦白讲，我们这届让老师操心最多，那我要代表七七级向老师说声谢谢。坦白讲，老师在我们这五年呢，白头发是多了最多的一届，要跟老师说声谢谢，也跟老师说声对不起。那我想今天是老师荣退的日子。坦白讲，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七七级认为老师是不会退休的，老师也是不能退休的，老师也是不会老。我们想法是不会老，但是这一天他还是来了，
他是来的。我记得我们老师是永远是沉迟在球场上，吃完就哎，大家一起到活动中心喝个饮料、喝个咖啡、吃个东西。我记得我们老师是在教书的课堂上，哎，你有念，你就没有被下一段的 Tom Sawyer， 你就成名，哎，你就唱一首歌等等。我想，我这个是我们老师的给我们的一个风范。我记得我们老师是不会退休的，因为他在商场上的叱咤商场、纵横商场的这些经验，事实上，老师就是我们的偶像。哦，从我们十七八岁，到台北一个乡下的小孩子到台北来，老师给我们的眼界，给我们的一些理想跟目标，我想我们现在都仔仔细细的记在心上。那虽然这一天已经到了，不过我想，老师你的徒子徒孙，我刚刚有偷偷瞄到，我们台东有大学长当校长的，分布在台湾23县市的各个地方，我想我们会后。容我们帮你排一个 schedule 啊，排一个行程表。老师跟师母有空的时候就下乡，好好来试导这些徒子徒孙，是不是有认真在教学？那我想代表老师，代表我们七七所有的同学，祝福老师师母退休之后海阔天空，重新所遇。那也祝福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大学长。事事如意，心想事成。最后，谢谢大家，谢谢。好，来，我们喝一杯吧。哦，这个我听到那么多以后，我自己都感动了。一个学弟的报告，不过我非常不满意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差我们只有差五年了，但是记忆比我们还少啊。那是我们老还是他们老？再坐一坐，坐一下嘛。我想啊，这个听到学生的祝福，这个欢迎我们的刚才讲最多的这个，提到徐元光老师啊，我们请徐元光老师啊，代表老师们说一些话啊，对啊，因为啊，他是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代表说，因为他是阿扁总统，我们都叫阿扁。啊，何老师现在谢谢主持人啊，很辛苦了。现在各地游山玩水。今天是。我们大哥了啊，就王天生王老师的荣退，其实他还比我晚上一年退了啊，我早了他一年，所以我是他的学长，我先退的叫学长。那今天王老师荣退这个我们七二级凌霄的同学，给老师一个祝福，我有幸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聚会，非常高兴。不过呢，没有我这么多了。那我自从你们进来的67年，一直教到这个70年了啊，我教了3年体育课，所以呢，可能在凌霄这一班里面，可能是我教的时间是最长的这个老师吧。那想到67年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生气哦。那有一天王老师跟我讲说，班上同学发了一点小问题啊。我说什么问题啊？就王老师跟我说，我听了以后呢，我感觉到说，乡下小孩子会犯多少错？那几个同学好像被压到7个人了，被压到这个从成功新村压到这个通化街去了。就同学们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啊？啊，7个人哦，从此招来。你们那里没有吗？第一次，你们那里没有啊？把他压回来。真想帮你们。就我不晓得同学们还记不记得，那第二天正好上体育课，对不对？还是第二天的样子，在操场，在训练台前面哦，被我训了一顿。从那个时候呢，我就非常想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王老师是我们大哥，对不对？这个班级非还好好给他操一操不行，就没关
系，没关系。也非常抱歉啊，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啊，上次一个是绝不手软的，插得非常凶啊。不过那个时候，西老师那个时候也是三十岁的时候，你们16岁啊，16岁，我30岁那时候。经过这么一算呢，也过了20几年。还有一点，从影片当中看到，这个影片里面不是在操场就吃东西，对不对？这一点我也感触了很多了，感触良深了。你们现在才知道后果，其实我老早就已经有这个后果了啊。那时候呢，王老师打完球就说：“哎，老徐啊，饮一杯吗？杯酒好凉的吗？哎，饮一杯，喝一瓶不够，饮两杯吗？饮酒吗？喝一杯吗？”最后我们就去了，喝酒，就一喝到后来就有啤酒肚了啊，不知不觉，幸会。你不要，我老早就像你这样子了，那这就有啤酒肚了。其实，那老师比较收入比较丰裕一点啊，那他也坦白讲，请客他是不手软。大嫂你不好，你不要见怪了啊，他是不手软的啊。那也造福了很多这个肚子里面肥大的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尤其是3年级的时候，对不对？营销三甲3年级的时候呢，不是这个校庆运动会的时候吗？那时候呢，对，今年是第一年，对不对？他们那一班，其实他们班也不错了啊。那是洪胜老师带的班级，其实72级。这个年级里面呢，甲班是我带的，那乙班是洪胜朗老师在带体育课，丙班是汤景峰老师，正好是我们三个年轻的老师带这一届，出了将近150公尺，将近200公尺。给我烟，我又不能丢人，对不起。四个乙班将近200公尺，叫王老师就很急，在我旁边，他说：“哎。”老徐啊，你怎么训练的？训练3年，你看输给乙班输了这么多，差人家100多公尺啊！什么叫甲班嘛？被乙班，乙班是领先，他意思说甲班应该就是第一的，对不对？他就很着急啊、哦！我说你不要紧张嘛，后面我们落棒排在前面，后面开始就抢棒了啊！其实跑前面的不好意思啊、哦，我不想说你们跑得很差啊。不是，是策略啊，那时候是策略。秦坤山，你都在笑，你一直笑，都是跑，你都跑不快，你都在笑。结果后来，就王老师说，他后来讲了一句话，我是没有听到了啊。他跟同学们讲，跟谁讲的？那谁？那时候什么？发钱那个人叫什么名字？2000。他追过去多少？怎么样？我没有听到了啊。啊，提升业了。那怎么？那个，但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听到，我就是跟我老师说，你不要急了，前面输无所谓，跑到最后一棒才知道嘛，对不对？我说抢棒在后面，哎，前面不好意思哈，我没有想到你们跑得很快。那其实那是，其实我知道你们的用意在哪里啊，你们排棒的用意在哪边，我知道啊。放长线钓大鱼，我到现在才有点明白，什么叫放长线钓大鱼啊？结果后来呢，就非常轻松的就把150公尺慢慢的，不到将近200公尺那时候，他没有看到就不算，慢慢的就追回来，一棒一棒追回来。对呀，王老师本来在气愤的，就慢慢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哎，非常的高兴啊。结果最后面冲线的时候呢，还领先多少啊？差的，王老师领先多少？3.4万。非常多，对不对？我要去看个检查，快快不见了，3.4、4.9。结果呢，他把陈忠正老师哦捉弄了一下。前面10棒的时候呢，陈忠正老师哦又叫又跳的。结果到后面他说：“你跳啊，你这么矮，你跳多高？”长进会一样啊。但是陈老师，你这么矮，你跳多高啊？前面他都跳起来嘛，他不敢跳。长进会就这么样，也突然间也过了这么多年。其实那个时候呢，在北师里面，
那五年，你们那五年的时候非常的幸运啊，非常开明开朗的一个主任，对，非常支持我们整个学校校内的一个体育的活动。那我们体育组呢，是在训导处的这个指挥之下所办的活动呢，这个都非常支持，也让各位同学呢有很多发挥的一个机会了啊，发挥的一个机会。学校里面五年之中，一点滴滴很值得回味的，这个一个日子。其实有的时候，师专的同学啊，感情会这么深厚啊，其实不是没有原因啊。第一个，聚在一起，不同的一个地方，还有共同生活五年，同甘共苦，这个五年啊，我们不能讲说流血了啊，最起码流汗啊，是在一起。所以这种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那前几天我从这个东南亚回来，刚下飞机我就接到小光的电话，说礼拜六，我一直期盼今天呢、啊，我知道凌霄要为王老师做这个荣誉的一个餐一个聚会啊。那我一直等小光的电话，就等到了，他就跟我讲说。是今天的中午，那我从东南亚回来以后呢，因为可能水土不服，都是没参加。我又送了一件出去了。刚刚陈正康也讲了一句话啊，好多人都讲说，希望我们老师都不退休啊。其实我们也不得不退休啊，因为你们一直把我们往后面推，一直往前面推了。还有我们也老妈和我也住了三十，退休是陆陆续续退休的。那我坦白讲，我贪图那个四十几万，有一股急迫，赚那个这也许是个人的生活习惯了、啊。对对。那我们就要奋斗到65年了。那奋斗到65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交到像凌霄这么好的一个同学，没办法像凌霄这么好的一个班级啊。那我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会很难过，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提前退休了啊。那吴雄吴老师虽然不打篮球，最起码他旁边敲敲边鼓，晚上喝两瓶啤酒，他还是有的了啊。所以呢，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跟凌霄这个应该是40几位嘛啊，40几位同学，共同度过这五年的时间，再过来。离开学校这20几年，我发现有很多的一个班级啊，都已有容焉了、啊。每次营销聚会的时候呢，都不会忘记徐老师我啊。那我就跟着王老师，陪着他去啊，这样子，也非常感激了。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个话呢，坦白讲，在这边也说不完了、啊。那在这边，我们除了不得不的这个欢送这个王老师荣誉之外，也要祝我们陈主任啊、吴雄吴老师、郭永利老师，还有这个洪胜郎老师，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啊，这个精神愉快了，还有各位同学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谢谢各位。欢迎一下那个陈，当时刚才徐老师一直介绍这个陈主任，那时候对我们啊这个学生的照顾啊，一直都没有机会啊让他说几句话啊。真的，我那时候也有感觉，那个陈主任对我们这学生民主的风度的培养非常这个影响很深刻。一直到我现在到学校服务啊，我觉得这个精神啊都一直影响着我们啊。我都记得那时候。我在管乐队啊，今天马旦因为他要考试都没来，但是啊，那个熊教他对管乐队啊，他一直不谅解啊，
但是陈主任他一直照顾我们管乐队，他买乐器啊，他都想办法啊，否则我们管乐队现在可能啊，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学校管乐队怎么样，可是我们。各位讲啊，如果要我回忆起来啊，我们在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台北市的师专，那时候叫师专，我们真正的相处的这五年时间当中啊，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脑筋里头啊，这个回忆啊，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王老师，当时啊，我才。你一半我一半的，他的一种作风，他的这种这个待人啊，这种各位这个班上的同学之间的感情啊，那么使我相当的这个感动啊。所以后来那一届啊，有所以三剑客过呀，讲的谁叫三剑客啊？徐老师以前帮我介绍，就甲班、乙班、丙班。哦，这样。甲班是管天生，乙班是那个陈东照，哎。你班呢是这几位啊，是对学生的这个照顾当中的非常这个发挥这个爱心的学生，所以这几班的学生呢、啊，在学校里头付出非常厚厚的啊，你那么在这个八十师范里头啊，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校风啊，这个有相当大的这个差别。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啊，被大家认为是我们师专里头的龙斗，那我们龙斗呢一定有龙斗的这个他的这个特点啊，这个领导对他们讲的最具有的陈主任在讲话的时候，全班还是两位最专心啊，所以他们书也读得不错，就是林福仁跟陈振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在拼，其他都没在拼啊。感受到，感受到，果然是民族风范啊。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到尾声啊，我们有些对老师有些表达一些敬意跟谢意啊。希望老师退休以后还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一群的学生哈，我们这有用有用，所以我们呢对老师表达一些记忆跟谢意哈。啊，谢谢谢谢。因为师母要好好照顾我们老师啊。我们是谢谢谢谢，还可以啊。我们还是在记录到这个中山堂的这个门口啊，在那边听老歌民歌啊。后来我发现老师非常喜欢蔡琴的歌啊。好，我们先献花。
师母方老师啊，没有变粗吧？好，恩恩爱一生啊。要不要再做一次？评委，评委啊，只有热情的拥抱啊！拥抱，拥抱！三个胖子在。啊，老师，他们说要献吻，再爱我一次好吗？再放一下。这个陈哥，再放一下，看看。这个还刚才那个我们那个学校总务主任特别交代我讲一下，嗯，这个我们这除了这个纪念品以外，还有这个 T 恤，还有那支笔哈，那这是属于纪念的部分啊，因为上面都有写哈，那大家回去以后，有的人这个可以再回忆一下，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蛮美啊。那我是保留这个这些，我跟文凯保留这些东西，现在有时候翻起来真的好棒啊。看看，不知道你各位的感觉怎么样？好，那我们这个到最后啊，我希望，我就是一直希望，我个人一直希望老师身体健康，啊、哦，师父这个永远年轻美丽啊、哦。那最后我们掌声响起，让老师来说几句话，可以吗？啊、哦，好，来掌声响起来。我唯一过意不去的是那么大的热的八月天，各位过来还把我七的小学弟通通那么热的天过来，其实今天我来的真的有点近乡情怯，其实我还蛮紧张的，没有来以前师母知道我在看阿昌写的我知道的土大牛，我看了半天我都晓得今天我这个场合里面各位不但你来了，我们请到的陈主任还有那么多好的老师哈，这么多邓宝生老师哈，这个徐云广老师哈，还有这个冯云丽老师，还有说还有当然还有吴雄老师哈，他最近我特别感谢他，他去美国看他的母亲刚刚回来啊，而且他的母亲交代他一定有一盒巧克力要送给我，我到现在还没看到，我就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但是今天我看到我七的学生在这边，我好感动，真的那么大的热天他们把你们一起带过来，我和师母只有说谢谢了，我看到两个马祖来的我才吓一跳，我想出马跟大家的我只有说一声黄彪加油，谢谢老师。我和师母这一生最没有遗憾的是说和各位相处这么多年，刚才看了那些照片以后我才发现我也曾经年轻过，师母也曾经年轻过，所以今天有邓宝生老师在这边，有这个我们主任在这边，有啊这个那么多的老师在这边啊，冯玉礼也在这边，吴雄也在这边，洪胜安也在这边，石仁广也在这边，我不晓得我们这些人当年都是二三十岁进北师的，是吧，大家在一起快乐就好，在一起如果对得起就好，我知道石仁广老师说过
赶过去，今天晚上就20000块。可是他不知道，当时我的薪水只有5000块。5000块就赶过去，所以当年那么多人在排队，我就在地上，我说我1000一千的丢，当我丢到我够的时候，你就停。所以当丢了最后的时候，我就替人家喝了，咋了？但是人家卖自己啊，硬不起啊。我们家是鬼精神。哎，我们孩子吃的不错。心如有一句话要跟你们说，是这样的。我也讲话，不过呢，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得要感恩。他是孩子，两个孩子，王光宇、王胜宇的好爸爸，也是我的好先生。我也相信也是你们的好老师。我没有什么话讲，祝各位身体健康。谢谢大家。我现在要把棒子交给谁呢？交给吴雄老师，他有很多动人的话要告诉我。别人讲话我不信，吴雄讲话我一定信。他要站着，在他没接棒子以前，我要说一句：今天真的很热，可是我们在这边有冷气，我们在这边很舒服。在哪里？各位，我们要感激谁呢？我们要感激我们的电工室的，我的好兄弟陈金贵。给他一个掌声，他知道我们整个人非常的难堪啊！我现在很想听吴兄，他用什么一些语言赞美我，找到我的真正的自我，我觉得我才真正的伟大。吴兄，你不要让我失望。讲话的人，所以讲的不好听，希望各位原谅啊。刚才各位都听到你们导师有很多优点，又对各位同学怎么样，又对他太太怎么样，我都相信，我也都承认。可是有一些各位所不知道的事情，各位刚才听到的是王老师呢，什么王老师？王老师为了请各位，不惜把一张一张钞票掏出来，我也知道这么回事。可是呢，他还，各位不晓得他有辛苦的一面。回家以后，他把师母的钻戒当掉了3个，项链当掉了2串，这个我要各位知道的。所以各位也体谅王老师对各位这么尽心是没错，所以最伟大的不是王老师，是师母。他对王老师到今天还没有抱怨，我体换我的话老早骂死了。他到今天还没有抱怨，说是两个孩子的好父亲，是各位同学的好导师。这种话有的时候啊，我也要跟帝王师母抱屈，要跟各位讲一些真实的话。这个是你导师真实的一面，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所以我因为不会讲话，我只能讲最实在最呢，最秘密的，最实在，最没有虚假的话，那希望各位能听。可是我不了解各位为什么不质疑洪英丽老师，他教各位跟王老师教各位一样长的时间，可是也不请各位面包。讲述真理嘛，何必用面包来垫？晓得他有什么好解释，那各位也欢迎他来跟大家。提到洪永丽老师哦，有一句我就稍微提一点啦，这是插曲的啊。有一天洪老师他就跟我们吴雄老师、王天生老师说：“哎，三位
两位老哥啊，这个老弟啊，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啊？礼拜六嘛啊。他说你来陪我姑妈打麻将。他姑妈打麻将，我说我们三个人讲，叫王老师就讲了一半。吴九去啊去去去，我说为什么去？他说他洪老师的妈妈烧一手好菜，晚上绝对有好吃的。就我们就中午就去了，一看陪洪老师的姑妈还是姑婆啊。那时候结果呢，他带了一个放大镜来，你知道吗？就吴雄第一个打发财，他说发财，打他说讲大声一点，发财啊，发财，用放大镜看一下，哎，没错，发财。就打那个四千麻将啊，打了四个多钟头。每一个牌要大声的讲一声，什么牌要听一下是什么牌，还用放大镜去看一下照一下，哎，没错，就是这样子。结果打完以后呢，那天晚上洪元丽老师真的非常后悔，把所有里面哦最好喝的酒通通拿出来请王老师。结果呢，那件事情完了以后，第二次洪老师又在讲说，王老师怎么样，再到我们家陪我姑妈再打麻将好不好？王老师不要，不去那个比打篮球还累。我们欢迎洪元丽老师。刚刚啊，他们讲的只有一句实话。面包有吃过吗？面包那是另外的事。有吃过吗？你吃了吗？面包有啊，还有没有啊？没有啊。他们给你面包，我给你鸡翅。大概是一起来的，来这个学校，对，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胖胖的？现在肚子都没了。哎，他曾经跟我讲，有一次我带他到那个，我是骑摩托车带他，哎，威斯巴，带他后面，他后面他一坐上去，那个轮子就卸了，塞破了，塞破了。对啊，后来呢，到那个那个敦化南路跟中校南路交口的地方。就听到蹦一声，王老师跳起来，我说人太破了，我说隔壁的车子，他们家，他跟他的这个夫人啊。跟他小孩那时候都很胖，是吧？很胖，那个他跟我讲叫计程车怎么叫的，他假如四个人一起在那的话，计程车绝对不会停。这人在后面，车子一来叫到，他开车门前门一开，然后一进去，一只脚放在外头。后面被三个人冲进来，你这个不够精彩，是这个吗？你这个不够精彩。说王老师可以吗？怎么可以把王师母也拖进去？不对，王师母在前面，王老师躲在后面，这样子才对。什么？王老师在前面，他那么瘦吗？他那么瘦吗？不是。有一次我们一家子要去喝喜酒，我还是个大肚子，是吧？我挺个肚子，然后我们家的膳食都是最，我公公也是个胖子，那个王老师也是个胖子，我那时候也怀了一个身孕，然后还有他妹妹，我们四个人去喝喜酒，那一坐下去那车子就歪了。不是，他说的对，不好意思。不会了，王师母现在很苗条的，光脸脸还有点大，很苗条的。我们当时，我们三大包现在我们学校只剩他五个，他没有女儿，是啊，无所老师没有儿子，我也没有女儿，名字都起好了。
的，这个我上次有提到他在那个退休的时候就提到，希望他退休以后啊不痛不痒啊。弄给红。这个就是不傻啊，不晕啊，这个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最后呢，有一个是似乎一没有的那个没有，就是什么呢？没有烦恼。平时哈。听了很多黄老师内部啊都不够精彩，我们要找一个更精彩的话题让各位听听，就是我们前不久进，我没有政治色彩啊，前不久那个不是陈水扁竞选的时候受到枪击吗？那个凶手在哪里？洪胜郎老师有一个精彩的报告啊，因为那个相传那个凶手啊是一个秃头啊，不晓得他有什么好撇清的啊。那现在请他给我们报告一下，各位各位。王老师带过的同学大家好，我曾经跟吴老师讲过，那个凶手姓吴，因为没有凶手，找不到。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各位跟黄老师的这个退休的这个聚会，很高兴能够来参加。黄老师呢的为人呢，我想刚才都已经讲过了，他的球技呢啊，球方面的技术是不错。我曾经想说，我到北师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球场打球了。我想这个人这么胖，有什么好打？我才不相信。后来我下去跟他打打看，哎。他有那个假霸的天勾，对吧？但是他要纠正的过人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右手带球，左手推人。哎，我终于了解了 ，Peter， 你篮球打那么好。哎，后来被我发现了。哎，王老师有时候真的很伤感，他是个做人哦。我告诉你，你看到你们王老师嘻嘻哈哈的，有时候我们私底下坐下来，他会流眼泪的。讲到一些很伤感的事，他掉泪，哭给我看。我从来没有哭给他看过，他哭过，我看过两三次了啊、哦。所以这个事啊，王老师有啊有啊，确实有。但是各位要晓得，王老师他今天这么多的这个辛辛苦苦，刚才徐老师讲过很多。其实我当市主任、当体育组长的第一年，他就坐在我旁边，啊，洪胜郎，你怎么人家当体育组长的时候都那么累？啊，你怎么可以坐在这里？人家当体育长运动会都忙死了啊！我们那个陈主任在啊，那个时候陈主任、去找主任，人家都那么忙，因为我说好啊，我在这里看啊。哪个同学跟我耍宝的话，我等一下跟你一样，我会去推人。那终于，哎，老王，我终于知道了。不过我告诉你们，你们王老师哦，今天哦，什么好事哦？家里有什么好菜？一定要王师傅请我，因为他很多你们看不到的，只有王师傅看得到的地方，我看到了。你们相不相信？王老师可以，王师傅可以接触的，我都接触了。有没有？领导要不要讲？讲 ，OK。有一年，王老师，你们知道，王老师的脊椎开刀 ，S 型开刀。看到我们也跟吴雄吴老，也没有你们听啊，没有像这么浪漫的老师。我告诉你们，哎 ，Peter 现在回去不会滑跪哦。我告诉你们，那他就去开刀了。开刀完以后呢，因为麻醉药还没有过啊，要尿尿啊，尿不了啊。王师傅就想说，有谁能够称王老师称出来？只有洪胜郎嘛。好，我就去了。他说 Peter 要尿尿尿不出来，我怎么办？我说王师傅，那你就坐在这里好了，我来处理好了。我就把裤子一脱，然后跟小孩子一样这样子抖一抖，两破嘘嘘两下，啪啪尿出来了。哦，你洪胜郎好爽哦，因为我太太搞得爽。哎，各位，还有是一家人对不对？有啊，他一家人叫了几道菜哦，把所有的护士赶出去。我吴雄，哎，今天王老师没有拆线，才所以三国护也的那么好。哎，三个就干起了王老师从大陆走私回来的酒，叫做贵州茅台、吴中茅台，我们三个就干起来了。然后护士进来了，他说：“吴雄是吴雄，不是我。”各位。
真的很浪漫。你们都不晓得，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医院的他的病房里面哦，三个合起来哦。我说你怎么办？啊，我今天真的尿尿都尿出来了，还不喝不来要怎么办？我不然被你玩出来了，不然我要怎么办？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大概，所以王老师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事情他不敢跟我大声小声，你知道？因为他怕告诉我，哎，我们老师那个有多。我绝对不会讲这个保密啊、哦。那个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个欢迎，我希望王老师呢，祝我们所有老师各位同学身体健康，谢谢。讲到这边哦，我又有一个故事讲给各位听了。有一天，齐国勇不是六七级的吗？就是你们的第一届的，这王老师的导生了、啊。中程度喝啤酒，喝完酒以后呢，就回来了。回到他说：“哎，老齐啊，你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一定要陪我回家。”我说：“为什么？”你就跟我回家就知道什么叫做男孩子，什么叫做男人这样子。他就给我说：“我说好，我去见习一下。”他就回到家里面，在楼下很大声的就讲：“他说，哎，是哎，王大嫂，不好意思，叫你名字了。”他说：“淑倩，我回来啦！”很大声，我回来啦！结果你的师母呢，在楼上，有本事喝酒就有本事上来，喝得烂醉，走都走不稳。结果他就上楼了，我在后面推啊，我才知道说王老师的屁股有这么大，推不动，所以我就把他推上去了。这样他就讲了一句话：“哎，老徐，进来喝咖啡。”我说：“咖啡不喝了，我回去了，不喝了。”那一进一喝，那不得了了。这是一个插曲了，王老师你还记得吗？王大嫂记得吗？谢谢，宋宝春老师，还有看你了。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还是陈同学，不好意思。我来北师的时候啊，就碰到各位了，这个是缘分。其实我这个人呢，也不太去记很多过去的东西，我只记得王先生呢，很照顾学生。对，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哎，学校读的书呢，好像不是那么有用，哎，就是要像王老师这样子的身体力行啊，哎，学生呢还真的学得到这种东西了。这也就是我现在我一直觉得，我那个时候教数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教得很好，其实我现在觉得教得好烂，真的有够烂。其实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要在生活中里面去学的，那个才是最实在的。你想那书本上的东西啊，啊，听听就好了啦，对不对？听听就好了，真正的要从做，哎，从生活里面去做，慢慢去体验的出来。所以今天很高兴啊，能够到这里来听到很多哎很实在的东西哈、啊，真的是很实在。也看到各位呢，今天都很愉快、很健康在这里。哎，我只祝福我们的王老师呢，健康长寿啊，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啊，这个是最实在的。各位同学呢，健康快乐，谢谢。哎，各位。到现在我最想敬酒的是谁呢？是在座那边我们的下面的一代，还有我们今天同学带来他的另外一半，他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下面一代的希望啊！各位让我们站起来敬敬。再过不了几年我就当爷爷了。今年女儿要上大学了。只可惜他进不了北师，没有办法继续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好，那开教书的工作，应该就要怪王老师。
我一直觉得他树立的一个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我在小学教了三年半那个期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像王老师一样的付出，对同学的付出，对同学的关心，真心的教导，真心的爱护。我觉得在我来说，我似乎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后来证明我是做不到的。我发觉在那个小学里面做那个辅导室主任的时候，还是很想打学生的。所以我想哦，我干脆还是放弃算了。我记得我进师专的头一天啊，在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想说，我想我不适合当老师，我也不喜欢念师专，就果然也没错，还没有服务完毕就，至于五年的义务都没有尽到就离开了。那当时呢，这个台北县政府啊，三番五次的催促的公文要我到师专赔钱，还好吴八军老师说不要不用。对，吴八军老师今天没有在场啊。那我记得我回来学校，我说我说台北县政府一直催促我说要把公费给赔了才能够完成这个辞职的手续。结果我说真的如果说我们所有为人师表都能够像王老师一样邓老师一样，这样的真心的爱护学生，关爱学生，投入在教育的工作里面，我想我们的教育都有希望。真的是如此。那我想我们林霄的同学也正如刚才邓宝森老师所说的，就是把老师的精神实际的投入在工作里面。所以我常常以我们林霄的同学为荣，因为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上都非常的有成就，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努力，现在大家的成就都非常的可观。荣退的今天能够来参加，我想应该是大家同学的一个愿望。也祝祝老师未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老师。其实彼时只有一个人对我最好，当他喝醉酒的时候，当他发现我花钱花的太多的时候，他说老师我还有些铜板，这些铜板我可以给你。所以我经常夜晚忽然回到家，或者第二天上班发现我口袋很重的时候，我才发现江延伟他又放了铜板在我口袋。江延伟，跟我说我们要讨论一下今天节目怎么主持，本来内幕里面是安排我跟邢斐，昨天跟他要磋商，结果小光带我去喝酒，喝到五点多，好像也没有谈过什么，所以我把今天重要的工作就交给邢斐了。我说他表现的还是蛮稳重的，因为他比我早走，我晚一点离开。今天看到这么多老师在这里，还有同学话当年，我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年老师上课这么轻松的话，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一直在想，老师为什么一直提到吴琼？其实不是因为吴琼请我们吃面包，其实老师请我们吃的更好。可是因为吴琼请我们吃完面包以后呢，大家周记上写吴老师的好有多好，让他有点受不了。今天看到好多老师，我非常的高兴，尤其是我们陈寿峰老师。我回到北师念书念了13年，这里面可能我念的最多，好像我也曾经上过师母的课。我非常感谢陈寿峰老师在当训导主任的时候对我们百般的容忍。因为我们出去吃饭喝酒还不是老师带我们去，其实我们是想替老师多省一点钱，可是老师他就是要请客，你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傍晚5点多的时候，老师说他要罚球，这个球没有进我们就去吃饭，他经常是罚不进。
不，他实力可能是就是这样子而已。洪胜郎老师说老师篮球打得多好，其实我相信刚洪胜郎老师讲了我都知道，我要抢篮板的时候老师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面，谁跳得起来，谁敢跳。我们还有一个同学上洪玉妮老师的数学课的时候啊，之前跟洪玉妮老师打篮球，听说他防守太认真了，把手伸到老师的嘴巴里面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想他的数学可能有点危险，就搞了半天当到的是我。我们上洪老师的课，经常就是在云里面上数学，讲逻辑讲了半天，我现在对逻辑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第二个数学老师是宝森老师嘛，可是他虽然行动不是很方便，可是为什么上课都准时呢？这一点让我实在是太感佩了。好，我们今天看到徐仁广老师讲话讲得蛮多，刚刚请问他特别提到徐老师为什么他的记忆这么强，一定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其实后面十棒就是我们在几个，其实你要注意看我什么时候跑，你就要注意了。虽然那是250公尺的跑道，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只要过了那个200以后，后面的50公尺几乎是在漫游。可是我们看到老师在终点啊，爬也要爬过去啊。啊，徐仁广老师带给我们的体育课是非常的温馨的。回到礼堂，我想到一件事情，徐仁广老师很有心要教我们班跳土风舞，我最讨厌跳土风舞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都要叫我当女伴，我很不习惯做那个角色。后来徐老师教到最后，他讲了一句真心话，你们班不用再跳了，实在是教不下去。徐老师上课最好玩就是我们那时候排队排四排，要去干什么小弟你知道吗？跑操场啊。你还记得我们王老师跟邢飞比铅球的时候有没有，他说输了要跑操场几圈，结果他真的输了，结果不是跑操场，他不愿意跑，结果是邢飞在后面追着他，他在跑操场。然后往事历历，我们看到学弟学长还有老师啊，这份情谊，我想蔡英雄副校长已经离开了啊，他我曾经听到他说他在会议里面谈到说北师的老师退休，那么以前的学生回来在礼堂帮他办理这样的仪式。其实我听到江总这么一讲，我收到几个铜板没有什么过分的。对，我曾经我搬到新家以后，我曾经把夫人带到我家，我说夫人，我这一辈子对教育最对不起的是我好像没有全身放得进，不过夫人就讲了是个人有个人的路，不过各位你知道吗，夫人今天她走的路比我更广，我要她介绍给各位同学看看路应该怎么走的。夫人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我不太会讲话，不过就像阿张刚讲的一样，其实我期待今天能够大家同学聚一聚，已经期待很久了啊。那所以当我昨天从高雄搬家到新竹，当我东西放好之后，还想说为什么还没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 confirm 说今天什么时候开始，我打个电话给小光没开机，打给文凯跟我说11:30参会哦。不过我想不管我们家开在美国高速公路上面，或是台湾高速公路，或是听收音机，只要听到这些 music 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开始回想到那一段的过程。那所以每一次的回想，那个烙印呢，就一直的深深的落在我的身上，我太太的身上，还有小孩的身上。那我像老师刚刚所说的，这个营销的精神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下一代身上看得到。那刚刚同学提到说，王老师对我们教导可以能够在我们对小朋友身上。其实我现在在面对很多大学生的时候，我常常是在我们身上所用的心用的方法，实际上我们想要学，其实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还是学不会了。那我希望我能够继续再去往这方面来学习。那
我最后只想讲一个，在我一生当中，我印象很深刻。我念国中的时候在乡下念书哦，那当我们的自由往前飞的时候，大家能够再回来看看，曾经让我们这段时间有所这个转机的王老师、王师母。所以最后呢，我想我就代表我的家人，还有我来谢谢王老师、王师母，还有在座所有老师们，在我们身上所漏下的这个印记，永远都挥不去，越来越深。那希望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周遭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学生的身上，我们的家庭里面，也能让王老师能够放心，我们能够把他的精神延续下去。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我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因为今天我七七级的孩子在这边，七二级的也在这边，但是我有两个人我一直不愿意原谅，一个是陈正昌的弟弟，还有一个是陈锡明的弟弟。他们来考北师的时候骗了我一顿，一家人好好的一顿饭，结果两个都考取了，结果两个都没来。不过陈锡明的弟弟还对得起我，他介绍我买一个很不错的房子，很便宜。今天我看到陈锡明来，他总算应该向我交代一下了，他失踪已经很久了。陈锡明，我弟弟的孩子也来了。谢谢大家，真的在一起，真的啊，其实期待这一天的聚会也是期待很久啊，虽然自己这一阵子消失了啊，应该是自闭的哈，又学心理的。那我发现我自己得了各种精神疾病啊，包括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哈，精神分裂，说得出来的精神科的疾病我都有啊，我也是同性恋啊，还有，我讲这样啊，你不要吓一跳啊，可能鉴定的概念不一样哈。那因为一直念书的结果，发现我很同意刚刚几个老师说了，念书也没什么是没有什么作用啊。我觉得还是像王老师这样子最快活啊，然后带给同学们的最实际啊，这是我在师专五年里面啊感受最深刻的地方啊。那这一师专的五年里面啊，其实我们都是从乡下来的，那我们家跟很多同学一样啊，都是很穷苦的家庭来念师专的啊，所以在这边真的是受到王老师还有师母还有其他的老师很多的照顾啊，可以说是惠我良多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一个匾额哈，送给王老师，惠我良多。每次我在饭店吃饭啊，或者聚餐的时候，我总会想到老师请我们吃饭的情形啊，那种感觉啊。其实我们班同学哈、跟师母啊，也祝福老师跟师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要不要喘口气？喘口气好了。又在丢了啦！但是旁边有一个声音说：“卖草鱼啊，你有钱呀。”真的从毕业到现在，虽然已经21年了，但是印象非常深刻。陈主任对于我们这一班常常是找麻烦的一班哦，很有自己的主见。那给陈主任遇到一些困扰，我们都还记得。还好陈主任对我们非常的开明，非常民主。我们从这边也学到很多的人生的道理。那冯玉婷老师，虽然很抱歉已经把你交给我们的微积分都还给你了，但是我永远记得，当老师一边上课，我一边在点头，老师你说是真有道理的时候，老师就会说，上课打瞌睡是没有意义的，我就会继续说，老师你说的真的有道理。请老师放心，那也邀请老师师母还有所有在座的各位老师排一个 schedule，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环岛一周都可以。然后老师我特别要说，当初我吃你的用你的，我都会加倍还给你。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比较内向，我比较内向。因为我到学校去哭的时候，我们老师都说你不像北师出身的，所以今天我还是很谢谢各位老师的协助。那我们同学呢，其实在学校里面，我都很相信学校老师都觉得我们的表现很不错，所以要谢谢老师在学校的教导。然后我在国中服务了也十几年了，我一直都坚持我的职位就是注册组长，把它抽到退休。谢谢各位。连个性都很像。教练，你老弟啊。感谢你。接下来我想啊，我再利用点机会感谢一些人啊。我们这一次小芳站在。啊，北部这个中部都有，包括刚才小弟上来就是在东部的南部的一些召集人，对不对？啊，那这些人都非常的辛苦，啊，还有徐建国，这个你这个非常辛苦啊。那我想我们是不是请这个中部的召集人林茂发同学？啊，我今天教他同学，我很奇怪。我在木管，啊，他是我跟你讲，各位啊，在台湾啊。这个走从台北走到南部，中间一定要到他家休息一下。但是我去他家我很生气，每次去到他家那大渡路上我都被照一张，每次回来都一千七。好，我们是请他讲几句话。虽然跟他对面打的当时说的，我这边是家里贵是麻将没有关系。今天来。下去在王田交流道，王田交流道那边下去到我那边大概七分钟，啊，所以正好在中间点，啊，所以如果你要到南部了，可以到我那边上个厕所，啊，或是中午的时候吃个中餐，啊，北南部要上来的，啊，再次的感谢，谢谢。其实来讲真的不容易，真的要谢他，但是我今天。我常常在想，我勤勤的学生狂飙，也不是反反之辈，你知道吗？其实我勤勤勤的同学，今天晓得我们聚在这一起，来了两桌，我真的我说都说不出来，啊，我要把这个棒子交给阿泰，我让他讲几句话。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学长，我们齐齐齐黄标，各位同学大家好。其实哈，真的要说王老师给我们有多少的影响，说真的是说不出来的影响，那已经内化成一种内在的东西了。那我想哈，我就模仿几位师长讲话的声音啊，勾起大家一点小小的回忆。各位还记得 double 吗？里面的真的不丢，都不好吃，你知道不？这是哪位老师？各位记得吗？就是里面的真的不丢，都不好吃，你知道不？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每次去餐厅吃饭都要排两次队啊，要吃 double 嘛。还有啊，有一位老师呢，是从香港来的。树上有袭击鸟，爬下来一击，还有几击？各位还记得吗？啊，大概都忘记了。很过瘾，就来一拳咬一口，然后再拍起来，若无其事的看看大家。啊，那时候觉得老师真的很可爱哈、哦。其实王老师给我们另外一个想象的空间，让我们的教学变轻松的，变有趣的，而且总是在很有趣的教学当中，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很贵的东西。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哈、哦，
其实我现在在教导，所以到现在英文还继续努力的在练。谢谢王老师。其实我跟师母被各位在电视上看到是有一个民歌的唱者叫梁鸿志，他得了癌症，师母是极难的一部分。我对政治没有什么热情啊，所以梁鸿志得了癌症，师母要我到中山堂陪他去。那一天我听了很多的民歌，我也想到当年啊，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你是我的存这个啊，硕果仅存，他就是我们的雕啊。他要向师母跟我做一个交代，雕啊。成果在那边了。你们看到晚上半夜十一点多说不报警，讲什么讲什么？那因为我一直在幕后，不过我偶尔有人偷拍都看得到我。那整个那个所有的媒体啊、音乐啊，所有的昨天都是在我们啊，有一些剪辑的部分都在新德国小，因为我跟那个秦飞是同一个学校啊。那刚好我现在做总务主任嘛，所以一切都很方便。找不到他。这个天啊，已经在我们啊。我们有两桌人了，一定会啊，大家非常来有幸的参加啊。那在这个最后，我想还是把这个棒子交给主持人。如果买了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讲。那我们的总干事啊，还有我们的精神领袖阿国，都还没有讲话，我们把它交给他们。他摆来了，建国中学，我认识很多学务主任，就是我。跟几位伙伴筹办这个参会，已经想了很久了，至少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也一直麻烦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来感谢王老师。在小学毕这个毕业分发小学服务到现在，我一直能够帮助学生的，我尽力而为。虽然我现在能力也不是很强，但是我觉得尽力，凡事就尽力就对了。我们到国小，然后在国中到高中，那今天也是为了一个学生，建中的学生，今天8月9号放榜，考上高雄医学，高雄医学大学。可是他在8月8号在高雄的雇主管家外面的骑机车的时候，跟人家发生车祸。结果不幸往生了，然后学校里面老师通知我，校长他跟校长报告，那校长就指派我说，那你到14号今天一定要到高雄去一趟，还能干，非常妙呀！对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支持，虽然有一些过程，有一些同学有一些小小的意见，我想一切都是为了要把参会办好。如果有不尽完美的地方，还请多多见谅。谢谢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植物园或历史博物馆来参观的时候，请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警卫，跟他讲，你要来找我，就直接不管是什么时候，就把。这个从小名字要取得好，他爸爸妈妈从小知道他会在建国中学教书，所以名字就取到徐建国。这个今天老师的参会，非常感谢所有的同学，包括琪琪姐学弟来参与，那更感谢是有这么多的老师能够到我们会场这个地方来。虽然刚刚徐老师有提到过，好像他也退休了，事实上也退休了。然后陈少国陈主任以及徐永宝徐老师顺便帮忙他们办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保生老师啊，对，新出炉的
跟我们老师一样，邓宝森老师。他早两年了。早两年了。可是我看他都有在学校里面了，所以不知道。好，顺便帮他们办一样一项啊一样这样的对这样的餐会。虽然我们的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酒不一定很新鲜，可是我们有一份热忱，尤其是七二级甲班跟七级的学弟共同来办这次餐会。那我们能不能用你的双手来谢谢我们所有参与的老师？最后，我想我唱好一曲，来代表我们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这样一份情谊在里面。希望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当中，不管是两年、三年，最少我们办一次。不过这个重责大任，刚刚老师已经交代过，交给雕，雕三年啊、哦，雕三年。我们最后三年啊、哦，我相信老师也最喜欢听的这首歌。如果同学能够的，跟我们一起唱。唱完之后，你尽情再开回来再去喝酒聊天都没有关系。想当年了。